少庄主，属下觉得您太过于保守了。加油，少庄主，拿出正宗范儿，奥利给！童华，你最近是不是跟李初阳学的太多了？是大哥，不是少庄主，是最近少夫人的弟弟之前教给我的每日作业。谢。少夫人，安宁章，少夫人，安宁章。我听他们说，陶云才是真正的韩婉清。是的，陶云是韩婉清。所以庄主叫你过去，是让你跟陶云成亲。没有，你撒谎！他们都说你已经答应了。我没答应。 初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反正我们又不是夫妻，我也不是真正的韩婉清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是，你确实不是真正的韩婉清，但你是我真正在爱的人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让开。我不，我们有名有分，我为什么要让？我要去客房睡觉，不想跟你说话。难道你想看见景灵吗？是，景灵可爱又温柔。 这样的弟弟最好给我来一打。你现在愿意听我好好解释了吗？